那边环境好优美同埋好舒服，玩到读书好开心。喺由小学三年班一直读到翻科，呢个就系最出名嘅圣母山。我由小学、南中同埋女中上嗰边啊。另外仲有一个好靓嘅教堂同埋图书馆，非常上高嘅。小学嗰阵咧，我读书都唔错嘅。咁我记得咧，我老师成日都话我，次次三分假聪明就唔用功啦。 Happy birthday, Rosaryhill School. Happy 60th anniversary. From the class of 1969. Happy birthday to our beloved alma mater. I am delighted that we have about 70 of our classmates here attending the dinner tonight. Congratulations, RHS. We love you. Happy 60th anniversary. RHS, happy 60th anniversary. 大家好，我是陈志思。 我喺1977至1980年喺玫瑰岗嘅中学部读 Form 1 到 Form 3，喺度咧恭祝玫瑰岗学校60岁大寿 ，Happy Birthday！大家好啊，我系 Barry Ho 黄周礼，我系玫瑰岗80年代中嘅毕业生。
咁喺呢度咧，我首先恭祝胡桂光六十周年校庆，蒸蒸日上。胡桂光学校六十岁大寿 ，Happy Birthday！ Okay, Happy Birthday！我系 Eric Lee。我是由四岁开始读中班，到九六年中七毕业的玫瑰岗旧生。玫瑰岗学校 Happy 60th Anniversary！ Hi everyone！ 你哋或者大家都会觉得好奇怪，点解钟镇涛会喺呢度祝贺玫瑰岗学校六十周年呢？其实咧，我细个二年班嗰阵时候都喺玫瑰岗读过嘅，不过咧就系好短嘅一个时间咁。我同你哋一樣，都係坐過嗰架好型嗰架灰色校車，係一齊翻過學嘅。咁喺呢度祝玫瑰岗學校六十週年生日快樂 ，Happy Birthday！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劉亞麗。咁我當然都係玫瑰岗嘅舊生啦。我由幼稚園咧讀到中五畢業嘅，咁即係我喺玫瑰岗咧生活咗十三年，好多謝玫瑰岗咧俾咗一個非常之美好嘅童年。同埋青少年期喺度祝玫瑰岗六十岁生日快乐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知道咧今日就系玫瑰岗学校嘅六十周年晚宴。咁我自己咧就喺玫瑰岗学校嗰度由小学一年班就读到中三嘅。咁玫瑰岗学校俾咗好多美好嘅回忆我啦。总括嚟讲，我都读得非常之开心嘅。咁啊喺度希望玫瑰岗学校继续作育英才。嚟緊有更多嘅六十周年，恭喜曬 ，Happy Birthday！ Hello， 我阿 Sa， 祝玫瑰岗学校六十岁生日快乐！祝校长、所有嘅老师同埋所有嘅同学仔都可以身体健康、开开心心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系黄敏仪 Venus， 祝玫瑰岗学校 Happy 60th Birthday！ 多谢咁多位老师同埋校长咁多年嚟嘅努力同埋付出，希望玫瑰岗学校继续培养更加多嘅人才出嚟。Happy Birthday！